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肖滚滚，今天9月5号了，现在是有太阳哦。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夜的暴雨，今天要给小伙伴们分享的这一筐呢，里面大杂烩，啥都有。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以黑蛋为主吧。看，这个是田鼠大王的黑蛋，泰尼汉堡。女王玫瑰，这一颗蔷薇菌最近雨水太多了，长得真的是太茂盛了。这一颗是庙宇小号的11号麦秆，这个麦秆到秋冬的时候会非常好看，它是那种橙黄的，特别的透。这个是你的冰玫瑰菌，这颗挺小的，还是个夜叉苗呢，它还是个奶毛毛，母叶都还没消耗掉的。这个是小吃货的女王玫瑰，这个是萌露的天鹅绒，看这个天鹅绒好周正啊。看星星的兔子的冰魄，哇，但是这颗冰魄我觉得有点问题啊，这下面这两片叶子怎么感觉像是在化水了呢？我都保护得很好的呀这一筐。这颗是苹果姐姐的黑蛋，这颗黑蛋应该是这里面所有的黑蛋里面最大的一颗了，因为它最早移到这里面，没有住那个通铺。住通铺的话，长势确实没有自己单独住一个小房间长势好。这个是小布宝的，好萌，现在他们都还是奶毛毛呢，都是好周正的。这颗是家具的啊，然后这个也是家具的佛罗瑞安娜，哇，现在我的这个佛罗瑞安娜好绿呀，冬天就好了，冬天就会比较红。这一颗是虚宁不寐的，这颗是金红仙子，但是这颗金红仙子有点退景了，好在头多，也挺好看的。这个是艾薇薇姐姐的冰玫瑰景，今天早上我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艾薇薇姐姐说她想她的冰玫瑰景了。没想到在这个筐里面，就是因为那个筐里面确实已经摆不下了，然后这一颗冰玫瑰菌我就是单独放在这里面的。这一筐长势还不错，带你们出来晒晒太阳，等一会儿半个小时以后就给你们放回去了啊。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一筐，这一筐应该是同一批小伙伴的福利吧，然后呢我就给它全部都放在这个小框框，这个绿色的小筐里面了。阳光的爱心水泡，这个是我们的恶魔之雨，这个是11号麦秆，这个是微宝的，这下面也有叶片在化水，得处理一下。小吃货的家人，这一颗是阳光的豆油柿，这个是班主任的1号麦秆，这颗1号麦秆好给力啊。好，这颗是好吃鱼的小黑蛋儿，他的这颗小黑蛋儿是不是给他的盆太大了，感觉他有点虚不受补。这是阳光的成功物，爱心水泡，这颗是谁的我看看啊，好吃鱼的小透明，我这个小透明长得还不错啊，嫩嫩的。这一颗是苹果姐姐的芭蕾舞者，这颗是谁的我瞧瞧啊，这个是悠悠悠的白熊，它这白熊里面还有一颗鹿茎呢，哎，这鹿茎真是无处不在呀。这筐长势也不错，带它们晒晒太阳，过一会儿就要给它们收到玻璃棚下面喽。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两筐，我来选两颗给它们，把下层的叶片给撸一下吧。一个是这个11号麦秆，还有。这个下面的枯叶也弄一下，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下层化水的叶片，再把小可爱的这个野草扒掉，这两颗鹿茎扒不扒呀小可爱，你的那个冰玫瑰菌里面已经有两颗鹿茎了，小可爱肯定说不扒不扒，我不嫌多。看真可爱啊，苹果姐姐的这一颗小黑蛋越长越萌了。好，我们来干点活吧。
苹果姐姐的这一颗小黑蛋忍不住拿过来仔细的欣赏一下。天哪，这好黑呀。他们的妈妈还没有他的颜值高呢，我把妈妈拿来给你们看看。小伙伴们看，这个是黑蛋妈妈。很多小伙伴都说黑蛋妈妈是不是被晒伤了，不是的，她就是这个样子。再来看看她的优秀的孩子，她的这个黑吧还带着一点紫色，这个黑真的就是纯黑呀。你们觉得妈妈好看一些呢，还是她的孩子略胜一筹？其实各有各的美啊。黑蛋妈妈昨天还拿去浸盆了呢，看下面还在滴水。一般像这些我比较宝贝的，我都舍不得浇水，从上往下浇，我都是给他们采取浸盆的方式。好啦，小黑蛋就欣赏到这里喽。好可爱呀，爱不释手，都舍不得放下，但是得干活了。先来看看兔子的这一颗怎么回事啊？先来看看兔子的这一颗，哇，真的化水了，看着还有点严重呢。希望杆子不要有问题。这颗应该是我现在所有的冰魄里面状态最好的一颗了。你不要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！哎，装着还挺好的，看，都是那种嫩嫩的、粉粉的颜色。可能还是因为雨水太多的原因，这片叶子也有点化水了。给它拔掉吧，为了安全呢，挺好。现在没有以前好看了，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只能这样了。拔掉了这几片叶子，就感觉有种残缺的美。来，把这个这一颗野草，哦，这里面一共有好多路径。你是在哪一棵的旁边啊？结了这么多种子啊？这一颗是野草还是路径啊？等它大一点再那个吧，再确定。这一颗我看看，这两颗也是路径，1、2、3、4、5。天哪，以后这一颗女王玫瑰会有好多路径来保护它了。再来看绿宝的这一颗，哇，你们看这个长睫毛，现在好绿，在秋冬的时候真的好漂亮哦。看着就像冰激凌一样的颜色。最近的湿度真的好大，看来半个月都可以不用给他们浇水了，给他们渴一下吧。每天都在下暴雨，昨天晚上的暴雨真的是电闪雷鸣啊，可吓人了。今天又是大太阳，简单的打扮了一下，是不是感觉一下颜值就提高了？然后再来看看紫菌的这一颗呢，紫菌的这一颗又这里是那个娃，11号麦秆，我给它插进去，看这里又是那个小崽崽呢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哇，生了两个崽崽了。子君说让我把这个崽崽给它拔掉，过一段时间吧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崽崽，但这个小崽崽涂的不行了，不要了吧。看，其实也没多少枯叶啊。这个长睫毛可得保护好，有的长睫毛黑了就代表着不小心碰着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干这么多活吧，现在把它们放回原位，就端到玻璃棚下面了。现在的太阳还挺大的呢，小伙伴们，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喽，拜拜。